决定要做到永离杀生，不但对于一些小动物啊，蚊虫蚂蚁都不杀害，你杀害一切众生的念头都要把它断尽啊！我没有杀害一切众生，但是杀害众生的念头啊还有，那你就是掺杂不善啊！我不偷盗了，可是偷盗的念头还有，你也掺杂不善啊！偷盗我讲了很多次啊，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都是偷盗啊，所以一定要学布施，要肯帮助别人啊，邪淫这也是一切众生严重的烦恼。佛法里常说，六道受生的业因就是淫欲，淫欲不断，决定不能出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在六道里头太久了，六道太苦了。如果不再想搞六道轮回了，这六道轮回根本的业因不能不断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业因，念佛，所以是念不移不生净土啊。净土必须得一向专念。